退烧药哈，38度5以上才能吃哦。38度5以上嘛。三十颗，小孩吃半颗哈。这是止咳，一天吃3到5到7颗啊。本次我们总共准备了30余万份，然后全市共有30余家门店在免费发放。觉得还是非常对我们那些百姓很好，关心我们那些哈。